这个出局数的一个重要性。对，哎呦喂、哎、呀呀呀呀！哇，来了一个出神球的保送，想来一个内角对决，嗯、球没有控好，我一上垒了就有得分的机会了、嗯，所以这也就是正好给大家一个注意。而且陈俊秀就像在美国发展一样，好像也就稍微。看了一下之后呢，也不用治疗，就赶快往一垒走。对，